石之轮采用了独特的时间轴玩法，战斗时玩家要将技能安放在依照顺序执行的格子上，随着战况的改变，要决定是要抢较快行动的位置，或是选择附带有时间轴效果加成的位置。当克制力累积满了之后，还可以发动威力强大的时间回溯。而除了一般的练等级和使用道具强化之外，每个角色都还有各自的星盘可以安插强化宝石。在冒险关卡之外，玩家也可以透过共斗和竞技场来和其他玩家合作或竞争哦。